在这个丧尸遍地的世界末日，人类已经成为了过街老鼠般的存在，只能躲在阴暗的房间里勉强度日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没能逃脱被丧尸袭击的命运。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所有人再次陷入阔别已久的恐慌。听声音好像是个男孩在求救。为了大家的安全，阿伟本来不想开门，可是母亲的妻子却不断在一旁哀求。无奈的阿伟最终还是打开了门。男孩虽然被救，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女人就隐约听到了异常的声音。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一看，突然一双大手破门而入，抓住女人的手一口就咬了下去。其他人闻声赶来，立刻将她拉开，却不料丧尸病毒变异的速度太快，还好阿伟及时赶到救下了她。可下一秒，丧尸纷纷冲了进来，所有人四散而逃。三个人躲进一间仓库，老头死死将门抵住，但很快就被丧尸攻破，老头当场被撕碎，没来得及逃走的老太也未能幸免，最终只有一人跳窗逃生。阿伟好不容易摆脱丧尸，就立马跑到二楼跟妻子会合，但同时丧尸也追了上来。他本想拉着妻子躲进房间里，可妻子却选择救衣柜里的男孩，而此时丧尸已经破门而入。面对这些嗜血的丧尸，阿伟还是害怕了，他打开窗户从二楼一跃而下。绝望的妻子还在不停地呼喊求救，但阿伟却没有丝毫停留，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。而在他的身后，成群的丧尸也蜂拥而至。丧尸已经近在咫尺，好在同伴提前准备好了快艇，阿伟顺势一跃就跳了进去，但同伴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他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。阿伟刚想把他拉上去，就被跳入水中的丧尸给拖走了。一只丧尸还扑到了船上，阿伟扑哧一脚将丧尸踹下去，然后加大马力逃之夭夭。当他回头看向家的方向，已经看不见妻子的身影。由于丧尸病毒的传播速度很快，仅仅不到一个月，整个英国就彻底沦陷。但在28周以后，丧尸就因为饥饿全部死亡。为了完成灾后重建工作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进驻伦敦，在这里建立了安全区，确认没有病毒威胁后，便开始引进幸存者。但安全区以外还是有被感染的风险，所以禁止任何人踏出这里。源源不断的幸存者被送进来，其中还包括一对姐弟，他们因为出国旅游侥幸逃过一劫。而姐弟俩的父亲正是那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阿伟，他不仅成功活了下来，还在安全区混到了管理层，住的地方也是相当豪华，生活别提有多滋润。可当孩子们问起自己的母亲时，阿伟却脸色骤变，但他并没有实话实说，而是谎称亲眼看见他们的母亲被咬，自己当时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选择独自逃跑。听到这里，姐弟俩并没有责怪阿伟，但到了晚上，弟弟却梦见了母亲。由于没有母亲的照片，姐弟俩难解相思之苦，于是他们决定瞒着阿伟，悄悄回去拿几张母亲的照片。第二天一早，姐弟俩就开始行动，他们躲过士兵的巡逻，顺利地溜出了安全区，但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被楼顶的士兵看见了。他立刻将情况向上面汇报，而姐弟俩则是捡了一辆摩托车，有了交通工具，两人很快就来到了家里。这里的一切都完好如初，姐姐在收拾衣服的时候，弟弟却独自来到阁楼，好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。等他走近时，突然发现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影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母亲，两人相拥而泣。就在这时，军方也来到了这里，母子三人都被带回了安全区。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医生在她的手臂上发现了一处咬痕，经过抽血化验，确定女人已经感染了丧尸病毒。至于她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异，是因为她的体内拥有天生的免疫力，也许可以利用她的血液研制出抗病毒血清，但同时她也是一名病毒携带者，有很大的风险会传染。阿伟得知自己的妻子竟然还活着，脸上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因为她撒谎，两个孩子对她很失望，还说她是一个骗子。面对孩子们的问责，阿伟无言以对，只能祈求妻子会原谅他。他利用职务之便，顺利地来到了关押妻子的实验室，给妻子说了很多道歉的话。可奇怪的是，妻子没有任何犹豫就原谅了他。阿伟忍不住吻了上去，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吻，竟然让整个人类
类世界再度陷入巨大的灾难中。很快，阿伟就感觉到不适，病毒迅速在他的体内扩散，他拼命挣扎，逐渐失去理智。仅仅几秒钟的时间，阿伟就彻底变成了丧尸，而他的妻子也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。但事情还没有完，阿伟接着跑到外面，开始袭击其他人，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。没过多久，整个医疗中心就彻底沦陷，眼看事态已经变得不可控制，军方立即启动了红色代码，对整个区域进行了全面封锁，幸存的人都被集中隔离在同一个地方。但很快，隔离区就被变异的阿伟闯了进来，里面的人成为了待宰的羔羊，惊慌的人们开始疯狂逃窜，他们冲破隔离门，纷纷朝外面跑去。军方一开始只射杀变异的感染者，但随着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根本就分不清是丧尸还是人类，所以就开始进行无差别攻击，宁肯错杀一千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。与此同时，女医生救走了姐弟俩，因为姐弟俩遗传了母亲的基因，身体里肯定带有这种抗体，能不能研制出抗病毒血清，他们将是唯一的希望。三人最后躲进了一间仓库，而楼顶一名叫做鹰眼的士兵，由于不忍心射杀无辜的幸存者，于是就选择擅离职守。他来到仓库，偶遇了女医生和姐弟俩。女医生质问鹰眼为什么没有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，显然他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鹰眼不想解释，表示想要活命就跟着他一起离开。仓库里的幸存者都不想坐以待毙，于是就跟着他离开了这里。可他们刚走没多久，鹰眼就收到战友老黑的消息，军方没能控制住病毒的蔓延，几分钟之内将会对整个安全区投放燃烧弹。但老黑知道有一个公园是安全的，于是两人约好在那里会合。结束通话后，鹰眼带着一行人一路狂奔，却没有注意到楼顶的狙击手，几名幸存者不幸被射杀，就连女医生也被打中了大腿。好在剩下的人迅速找到掩体，鹰眼确定了狙击手的位置。他本想叫其中一个男人出去吸引火力，自己则趁机将其干掉，可男人说什么都不愿意。眼看两人僵持不下，弟弟突然挺身而出，利用蛇皮走位，巧妙地躲过了无数发子弹，而鹰眼也趁机干掉了这名狙击手。随后他们翻过了一处栅栏，就在这时，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头顶划过，几人一路狂奔，在炸弹丢下之前进入了河底的地下通道。顷刻间，整个安全区都被熊熊烈焰所吞没，地下通道的几人也差点领了盒饭，好在他们在最后一刻逃了出来。然而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下，还是有一批漏网之鱼，他们冲出了安全区。到了第二天，几人来到了约定的公园，女医生告诉鹰眼，这两个孩子可不简单啊，他们的母亲对病毒有天生的免疫力，姐弟俩很有可能遗传了这种基因，能不能挽救丧尸遍地的局面，他们两个是关键，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，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。鹰眼明白了女医生所说的话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这时老黑通过无线电告诉鹰眼自己马上就回到，鹰眼立刻带着几人来到降落点。然而让他们没想到，一大批丧尸也正朝这边袭来，好在有草丛的掩护，几人并没有被发现。而此时的老黑也驾驶着直升机赶到，可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后瞬间傻眼，表示只能带鹰眼一个人离开，否则还没有到达营地就会被击落。眼看丧尸已经近在咫尺，老六害怕极了，立马跑过去抓住直升机的起落架，老黑警告他立刻放手，可他就是死活不放，这让老黑非常生气，带着他就飞向了成群的丧尸，螺旋桨化作绞肉机，一瞬间就干掉了大部分丧尸，起落架上的老六也掉了下去。此时更多的丧尸蜂拥而来，无奈之下，鹰眼只能放弃直升机的救援，带着剩下的人逃离了这里。但老黑并没有放弃鹰眼，并且跟他约好在下一个地方见面，狮群紧追不舍，鹰眼只能边打边退，最终又被迫回到了市区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军方为了清除所有丧尸，已经在城市里释放了生化武器，几人差点与毒气迎面相撞，但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。好在路边有一辆小汽车，他们立刻钻进去，并且关闭所有通风口。而此时丧尸也追了上来，不过没有挣扎太久，就被生化武器给毒死了。鹰眼试图发动汽车，可怎么都打不着火。通过后视镜，他看见几名身穿防护服的人正在清理尸体，如果被发现，他们肯定也会被当成丧尸一同清理。没有时间犹豫，为了能让三人顺利离开，鹰眼果断下车，用双手去推动汽车。汽车虽然成功启动，但鹰眼却被活活烧死。女医生不敢有丝毫怠慢，驾驶着汽车一路狂飙，因为军方并不打算放过他们。一架直升机随即出现在天空，对着他们疯狂扫射，这样下去肯定必死无疑。情急之下，女医生一脚油门钻进了地铁站。
他们本想通过隧道赶去直升机接应的地点，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使用夜视仪缓缓向前移动。突然一个不小心，姐弟俩从扶梯上滚了下去。女医生刚找到姐姐，可一转身，身后就突然出现一只丧尸。女医生当场领了盒饭，姐姐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等到丧尸离开后，她在地上捡到了掉落的步枪。而弟弟在寻找姐姐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影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父亲阿伟。还没等弟弟反应过来，阿伟就将他扑倒在地，接着一口便咬了下去。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姐姐看到，她果断扣动扳机，亲手解决了自己的丧尸父亲。害怕伤害到姐姐，弟弟立马跑开，可没跑多久他就倒了下去。等到姐姐赶到时，发现他并没有变异，看来弟弟也遗传了母亲的免疫力。两人走出地铁站，最终来到了与老黑约定的体育场，而老黑早已等候多时，看见自己的战友鹰眼并没有出现，老黑便将枪口对准了两人。得知鹰眼已经牺牲，老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带着姐弟俩就离开了英国。可他并不知道弟弟的身上携带着丧尸病毒，而他们的目的地是前往法国。不久之后，一架直升机坠落在法国境内，病毒再次席卷巴黎。经过主角团们的努力，成功把丧尸病毒带到了全世界。